我被劝到底何时发放，中央还在演你。金门县长开出第一枪，大方宣布县民每人5000元现金纾困。金门有这个也有好的，那当然嘛是真欢喜啊，好的啦。不小补啊，不小补啊，日用品你看都涨价，欢喜是欢喜啊。是无啥搞的对吧？啊，那厝租低了了2-3万去了。 金门纾困金第一波针对已经请领县府4项补助津贴的民众，免申请就能领。预计有3.3万人受惠，8月底前5000元直接汇入户头。第二波9月份开放申请，涉及金门县的乡亲，可透过纸本、邮寄及线上3种方式申请。但就怕有幽灵人口出现，县府有应对措施。我们要求一定要有本人的账户，如果没有实际在金门生活的，或者没有持有3个银行的账号。 户主其实代为申请的几率并不高。他现金真的是及时雨，对百姓、对老人、囡仔、少年，咱也有现金，也使去买物件。因为前一阵子疫情关系，多少都还是会有影响。五倍券当然是可以增加我们的，希望我们的买气也会跟着起来这样。 知名文化夜市受疫情影响，许多店家停摆了好几个月。嘉义市27万人口，市民每个人普发2000元，总共需要5亿4000万的预算，为促进产业振兴。即金门县及嘉义市，就看有没有其他县市跟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